研究表明，赖床有助于提升专注力和注意力，让你能更有活力的打开新的一天，还能防止变异。来自英国《劲报》的报道，正点缺少这儿的大学的项目。果然这个病人呢，医生以为他就在医院，他就在等着去做诊时，
让他们渐渐去明白。我很神奇哈，有了这一次的经验呢，工作人员只要发现奥斯卡待在某位病人的身边。